李孔李书民间乡地影文化节就要伫即个月28号到台顶开，今年是开放40几个民众免费来体验地文化小旅行。这次文化节嘛，结合公益拍卖、音乐表演、暗棋比赛以及美食等等丰富活动，要予大家来体验咱地乡文化的同时，嘛会当来参加真欢喜。精彩的表演为现场带来热烈的气氛。民间乡长陈汉日热烈宣布，2024民间乡地音文化节将在9月28号寿天宫第一停车场热烈展开。预祝呢，我们的茶饮文化节圆满成功。茶呢，是我们民间乡最高的这个农业农产哈，那也是全台湾占地最高最大的这个农产品。那我们每一年一年度呢，我们推出不一样的方式呢来呈现。我们这个茶的重要性哦。9月28号就要开起跑，那我想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哦。那延续去年所办的，那今年会更加的这个精彩。什么活动呢？民间乡公所特别邀请去年第一冠军郭基杰，伫现场调配冠军茶，让现场来宾饮到无同风味的地方滋味。文化节迄天，毛请来总铺。用四季春两地菜色，毛地乡特色的点心。这次的这个茶饮文化节呢，我们除了希望说民众来参与，就是除了试喝我们的好茶之外呢，其实茶也可以变成好吃的哦，用茶手摇饮的方式来呈现哈。无啦，会使咧泡，会使泡凉啦。其他拢无的。除了一连串的地文化体验，民间乡公所也欢迎各路竞技高手共同来一场暗棋比赛。除了免报名费以外，还有奖金会当提。这个暗棋的这个比�赛的这个奖金也非常的高哈，到30000块哈。那名额有限，只有200个哈。那我们希望说，透过不一样的方式呢，让不同层面的这些消费者呢，来喝到我们的好茶。那透过暗棋的方式呢，希望说可以带来全国各地的这个下棋的好友呢，一起来参与，来民间喝好茶。民间乡公所表示，活动迄天毛开放40位民众免费体验地乡小旅行，有兴趣的游客一定爱赶紧报名。也邀请大家9月28到民间做伙参加地音文化节。记者苏凯采访报道。